这是一个单手就能轻松开瓶的起子，融资一千万。这是一种永远不会变脏的玻璃，140万。这是一个让篮球爱上篮筐的贴身教练，900万。这是一个让你随时随地享受按摩乐趣的手机贴膜，2000万。面对12位投资人超过100亿元的资本，谁能从中拿到巨额投资？发明梦工厂即将揭晓。创造财富，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和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联合为您奉献的大型电视发明真人秀《发明梦工厂》，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来，各位投资人，请亮灯。这是一个梦想起飞的舞台，这是一个创造财富奇迹的地方。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四位发明人来到这个舞台之上，他们的发明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的发明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舞台上边呢，有12位实力雄厚的投资人，他们也会给我们的发明人非常重要的建议，当然他们也会用苛刻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发明，他们会带来每场超过100亿元的巨额的资本。那么他们会牵手哪个项目呢？奇迹的发生就在这个舞台上。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第二现场还有我的同事丁希和我们的投资顾问以及每一个发明者的亲友团，让我们来欢迎他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发明梦工厂的第二现场，我是主持人丁希。坐在我身边这位啊，是高智发明中国区总裁严胜先生，欢迎你。主持人好。一会儿啊，严先生将和我一起呢，对第一现场的发明项目为您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坐在我对面的呢，是我们4位发明人的亲友团，欢迎你们。这就是第二现场的情况，小磊。再一次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12位投资人，谢谢你们辛勤的工作。那接下来为大家来顺次介绍，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投资人：1号，博创兴业赵建海；2号，中金高技术陆步清；3号，天鹰资本萨日纳乔；纽曼资本4号吴涛；5号，和辉信达罗鹏；6号，中科招商邓丽；7号，中国风险投资李爱民；8号，东方汇融王孟斌；9号，标准国际霍永进；10号，开开门资本李建豪；11号，道琴投资康进国；12号，广州安君杰沸腾。欢迎您在这里呢，首先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和我们所有的发明人欢迎大家的到来，希望各位给他们中肯的建议，所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的智慧。这是一个年轻人，跟我的年龄相仿，但是他比我聪明很多，他是我的同行。在他的正常的工作当中，如果没有他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在舞台上的人都发不出声音，但是在业余的时间里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钻研、喜欢有奇思妙想的年轻人，而他带来的这项发明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来吧，朋友们，用中国的智慧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发明人。你好，我是王晶，北京人，胡同里长大。业余爱好特别的广泛，我喜欢玩音乐，我弹个吉他之类，更喜欢 Ham Radio 业余无线电通讯，但主要是出于兴趣，我喜欢干这件事，喜欢自己动手，最喜欢呢喝啤酒啊，因为我平常跟朋友们在一起啊，经常到这个酒吧去喝啤酒，我就发现这个服务员开瓶的时候很费劲，用两只手，有些时候甚至一下打不开。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研究一下这个开瓶机，让它更方便一点，更省点力，更好使一点？所以我觉得既然没人研究，我就研究研究，就有这想法，就是好玩。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好玩，一切事情都要必须让你快乐，活到老玩到老吧。来向大家介绍你和你的发明。好的，各位亲爱的天使们，你们好，我是王晶，今年39岁，来自北京后海。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即将展示的发明项目
是自适应式单手开瓶器，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来自世界上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啤酒以及饮料。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支持，谢谢。他是我的同行，告诉大家你挣钱养家的那个工作是干什么？ Okay. 啊，我是录音工程师，然后像这种演播室的整个的音频设计，还有它的多轨录音以及它后期处理系统，我是负责全面的，从前期到后期。所以大家注意到了，他第一他特别喜欢搞发明，第二他是一话痨，就你只要一跟他说话他就开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我可以很认真的讲，当我们去了解他的发明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特无聊的发明，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无聊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发明的时候，就会觉得太棒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发明？有请陆博。封装瓶盖保证了啤酒和饮料口感的新鲜，想要打开它们，我们需要一个支点以抵消开启瓶盖的反作用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双手。现在一个新奇的小工具让我们一只手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把玻璃瓶套进一个圆形的套环里，然后像用钳子一样单手轻轻一捏，瓶盖滑落，我们会听到气体冲出瓶口的美妙声音。单手自适应开瓶器，这是一个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发明。充满奇思妙想的发明，在我们看到这个发明的庐山真面目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从一号开始，咱们来做一个接龙的游戏，就是啤酒瓶、汽水瓶、北京、北冰洋。对，这种瓶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您使用过的或者您见到过的开瓶的方法，我们从一号开始，每人说一个，咱们看看有多少种。来，咱们从一号开始，筷子，筷子，嘣，好，二号。那个在那上磕一下就行了，一砸。那个一个锋利的边沿磕一下，磕一下，磕一下。好的，三号。不是我啊，但是我见过有人用牙。对，这是最多的。这种开瓶的方法广受世界各地的牙医的喜欢，因为坏了都到那看牙去啊。四号，两个瓶，两个瓶子自己开。对，五号。我只会用器械开。瓶起子，我见过最猛的是一东北大哥，直接用手，啪抠开的。大概其就这些了。那现在我们见到有一些啤酒是本身啤酒盖上带一个小拉环，对，这种设计，但是那个就很复杂，因为啤酒盖上带一个拉环增加很多的成本，所以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之下，一个手就能把瓶子开开，这将是一件多么爽多么愉快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发明的庐山真面目，各位请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瓶子。对，哎，小磊，你平常喝啤酒吗？喝一点，喝一点啊。那平常你在家里边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呢？就你这个，这太原始了。做示范，我看一下。我看你使用一下这个。OK， 很帅。但是你用了几只手？开瓶子不就都两手？好，再拿一百瓶来让他开。所有的人都是两个手，所以他的就是一个手，特别不理解。对，你给我们看看。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就是你的发明。对，这个就是我的发明。咱们从大到小，从高到低，各种各样的瓶子，咱们来测试一下，到底它有多么神奇，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我信心十足。来，开始了，好。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差不多也就一秒钟一个，太神奇了。而且最神奇的就是它这么一开完以后，那啤酒沫它不会扑一下崩开，大家能看到，很轻松，也没有什么电子元器件。有没有人想上来感受一下？哪位老师想？非常轻，我希望体验。我是说它神奇的地方是它捏的那一下很轻。孟冰姐姐也来，来来到这儿，别着急，别着急， okay， 您到这儿来，咱们布置一下啊。好的好的，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谁先来？你先站在中间。你先来，你先来。我紧张。真的一个手没问题。对，一个手、啊。你不用紧张，对，放进去，放进去。你好，来，松手，抬。怎么样？放进去，哎，好。怎么样？松手。非常简单。很轻是吧？就是捏的这一下。对对对对对。我再试一个行吗？可以啊。我想喝这个。好的，好的，好的，来吧。哎。好。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好，谢谢您的体验，来碰一下。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啊，真喝了啊！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好，来我们下一位。
下您来试一下，来，我来给您。我试一下这个天津啤酒。对，你来这大绿棒子。因为这个一般大的呀，它的、你把那三瓶、两瓶大的都拿来。来，我都给你。这瓶好。来，好嘞。因为一般大的酒瓶，它的这个比较牢固一些。我想就是试一试它的力道。好的，好的，来吧。哎，放进去。松手。哦，对，非常的方便、okay. 啊。对，几乎没有用力，非常好的一个发明。很轻，感谢您的鼓励。欢迎大家收看2014年度中央电视台啤酒挑战赛。好，首先进。好，谢谢。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这个稍微有点话痨的后海男孩王晶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趣的发明。这是到底的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应用应该是耍帅。当成一种玩具，但是玩具也是不错的东西，假如一件很好玩的东西，包括以前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魔方啊，很多都是蛮有意思的啊。假如他是一种在酒吧里耍酷的人，哎，酒吧非常合适啊。您预计他会报多少钱？我很好奇，80万还是50万？我觉得这个公司在所谓的80万以后，关键看股权多少，最关键我觉得这个公司，哎呀，我觉得值个无语。我第一次看到袁老师这么值个100-200万，整个公司差不多，最多最多，已经很多了哈，很多，非常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他给自己的发明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因为到目前为止各位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没有人离开这舞台。好，七号，好，来，爱民，你今天又是第一个灭灯啊？还是跟你相匹配？哎，对对，还是跟我们关注的领域不太一致。对不起，但产品很好，产品很好。您不给我投资，在我心目当中永远也是天使。十号建豪先生，为什么？我不在我们投资范围以内，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想跟你订一批送给我的朋友还有客户的。好的，感谢您。对，其实您现在啤酒有送杯子了吧？咱们杯送开瓶器也可以。十一号，康先生，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明。但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容易市场化的一个发明，因为它解决的虽然是大众的需求，但不是强需求，所以说这一点上，就是在未来市场推广上，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障碍。明白您的意思。中国有一个老话说，难道我们离了屠夫还不吃猪肉了？就是这意思。所以没有这东西，咱就不喝啤酒了。我们有牙，有筷子，有什么是这意思吧？好的。反正你自己心里那个大概齐那个玩意儿卖多少钱，或者你做了它、啊、我们做了调查，对一些做拿我们的食物啊先体验了，做调查，在北京这个市场上呢，基本上愿意接受在200到300人民币之间，大家都是愿意接受的。我们调查的量大概是不多，就30多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年龄。好了，那就是3号、4号、6号、8、9、12。好，还有6位投资人继续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们都可以进入到第一轮的竞价。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发明人王晶给出自己心里的价位，做好准备，来，请出价。好，我的融资需求是1000万，我愿意转让20%的股权。1000万的价格一出来，我们场上马上有人灭灯。四号吴先生，为什么？价格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厂商来山寨你这个产品，他需要花多少时间？这个多长时间？那很快，那可能也需要1个月、2个月就可以把数据分析清楚。这个开瓶器只能开这样马蹄口那个铁皮那个？对，可以开这个。对，其他呢？它只是为啤酒设计，其他的我们有为其他的设计。好，谢谢我的问题。谢谢吴涛，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各位发明人也有遇到过，就是当然它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包括法律法规、市场健全监管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我们自己是否尊重这个发明人的发明成果这样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其中没有更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发明相关的保护的话，您讲到的山寨问题确实困扰着投资者，包括未来的产业化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需要将来思考的问题。好的，我们首先要感谢8号和6号继续留在舞台上给予你大力的支持，谢谢两位。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8号和6号给出什么样的价格。来，两位准备好了吗？好，请出价。好的，谢谢两位的出价，大家请看一下。哎，你都喝了人家啤酒了，你们太不够意思了，启迪。OK， 好。
是的，跟你的心理的价位之间的心理价位非常遥远。嗯，我还想再听一下你为什么会给1000万那么高。我说良心话，虽然我对他很感兴趣，我也认为1000万太高了。啊，因为我要生产，专利转化成产品。好的，就是他准备要自己产业化，自己来做。好，六号为什么会给我们这样一个价格？第一个，他这个产品，是一个挑战使用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容易改变吧。然后，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就是两个手，然后开瓶子会比较自然一些。然后您这块用一个手，然后我认为的价值可能就是礼品价值会比较大一些。第二个就是只能用单手的，然后这一块受众可能会买你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礼品市场，就受众会比较小一些。第三个就是你这种替代模式，刚才罗总也提到了，就替代模式太多啊，然后可选择的方式太多啊，就是只能用新颖性来打动大家。最后一个就是我目前没有看到你的市场能力在哪里。如果你要报价的话，你可能报个几百万的估值啊，然后如果你融20%，几百万乘以20%，大概就那个价格。好的，其实面对我们的很多发明人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的发明人包括对于整个未来的市场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涉猎过，我相信包括我们的王晶可能也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没有真的去做过这些，这是欠缺的地方，在未来可能是需要补充的地方。根据我们的竞价的规则，出价低的这位会被淘汰，所以呢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六号被淘汰了。六号请灭灯。六号给你的价格是10万元人民币，10万元人民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我们的8号东方汇融的王梦斌还在支持你，价格是定的有点高，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价格定的有点高，啊，所以我们来听一听11号道琴投资康定国先生，您会不会有一些建议现在给这小伙子？其实坦白的讲，任何一个项目在报价之前，光靠一个发明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估值是不太合理的。对。应该有一个专门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专家，然后有一个财务专家，把未来1到3年的一个财务预测做出来，然后这个应该才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做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呢，估值和投资人的心理预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好的，谢谢您。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发明人需要去做的事情啊。好的，再给你一个机会，在其中还可以灭灯的，其中还可以选择一位下一轮的定价，给一点点建议。你想听谁的？9号吧，9号刚才试用过我设计的。好的，霍永进先生，给他一些建议，谢谢。我首先认为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我觉得你应该在产业链上做一个结合。就比如说青岛啤酒、燕京啤酒或者趵突泉啤酒，这些厂家呢，如果把它做成一个赠品，来往外来宣传，同时你的专利会得到保护，那么这个产品在你将来的营销上，包括你的利润分成上，一定会是成功的。对，那么有这些大品牌的保护和推广，我相信这个产品很快的在国内的应用啊，就推广开来了。是的，9号给我们的建议非常具有中国的哲学智慧，借力打力，对，4两拨千斤，完全没有必要自己赤膊上阵，然后跟别人去拼搏。是这样。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好吧？思考一下。报价之前，我们的发明人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到电话亭和您认为很重要的朋友交流一下，好吗？1分半，来开始。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啊，当务之急不是说我要调整价格的问题，而是调整他的思路的问题。您觉得呢？调整思路，调整心态。嗯。必须要把他的想法，就是说怎么能到市场先试一试，而不是要自己开模。所谓开模，就自己要开着模具才可以做成这样的好的东西。怎么自己开模？怎么去生产？怎么去增加销售渠道？全是自己做，不应该。所以要换一种思维模式，这样才能够4两拨千斤。是的，是的。您觉得最后他的这个报价会回归理性吗？再理性也理性不到50万，他可能。我是说他调整了自己的思路。调整思可能对。嗯。我觉得他可能会接受这个价钱。好，我们的发明人又一次回到了舞台上，而你面对的其实只有一位投资者，就是我们的8号
来自于北京东方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王孟冰。其实呢，我想可能刚才的各位投资人也给了很多的建议。我们也知道啤酒呢，其实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商战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的行业。那哪个行业能够在某一点上做了突破，可以说在一段时间的这个营销上面可以立刻的见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好的，王晶，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你经过交流之后最终的报价，请出价。我经过交流之后最终的一个报价还是20%的股权，但是我需要600万。好的，这小伙子拿出了很大的诚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投资人做好准备，请出价。好的，谢谢。发明人最终的报价是20%的股权转让，然后600万的资金的注入。如果您的出价没有达到他的要求，那发明人就可以选择是否要继续。那我还得继续，因为放弃才是失败。别着急，你想象当中如果跟这孩子去合作的话，你认为最好的合作方式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把你这个专利应该跟其他的厂商嫁接，比如说他原来就是生产这种开瓶器的厂家，但是他没有这么有创意的产品，我们可以去跟他做沟通，让他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生产和合作，做一个合资。或者是刚才说了，那么有很多礼品公司，他们都需要非常有创意的一些产品，所以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真的是用你的智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细节，这个非常好，我都想象我都觉得很帅一只手，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产品，所以我维持我原来的报价。好的，谢谢。他给你的价格是人民币50万元。好的，接下来是这样，你可以来选择，因为我觉得王卫兵给了你非常认真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建议，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能够让你真正开始，也许这次合作之后它不能够彻底改变你生活的状态，但是它可以改变你对于发明、对于产业甚至你未来经营的这样的路，而这个课可能是在任何学校都学不到的。对，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请告诉我们王晶，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我最终的决定就是和王总合作。对，祝贺两位，先上马，先上马。来，我们有请北京东方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孟冰，祝贺两位发明人和投资人在发明梦工厂现场牵手成功，后续的交易将在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平台上进行。祝贺两位，非常感谢。我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对，我已经走出第一步，所以我就满意。必定有人给你注入资金，这是一种信任和一种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发明人来说都是鼓励。让我们欢迎第二位发明人。好，欢迎您。来，向大家介绍您和您的发明。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崔月华，来自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我的发明是输水玻璃，它能够用于汽车挡风玻璃和高空建筑幕墙，能够用于防尘。有一次我在回家路上下了大暴雨，车窗雨刷怎么刮也是刮不清楚的，我就想像国外也有仿荷叶表面的输水技术，能不能用于这个玻璃上，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它的大规模化生产，这是比较困难的。实验室的试剂对环境会有些影响，后来我们就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改换一个思路，把以前的试剂更换掉，去想一个工业化能够使用的试剂，最后替代了这个前面的方法。它如果避免几场车祸，或者是避免一些大的事故，我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这项发明是属于您个人还是咱们机构？属于机构的。属于机构的。好的，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发明呢？大家来听一听我的同事陆博是如何介绍它。水滴在荷叶上会自然的滚落，不会停留。荷叶这种神奇的能力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今天他们发明了一种化学镀膜方法，可以有效改变液体对镀膜表面的附着能力。这种玻璃镀膜之后可以实现自我清洁，它不再需要人工清洗，水滴和污渍沾上之后也会直接从玻璃上滚落下来，这就是超输水玻璃。只需要在普通的玻璃上镀上一层膜，一块普通的玻璃就具有了如荷叶般的功能，它可以永远的干净如初。这是一个将玻璃变成荷叶的发明。谢谢，谢谢陆博。
我想各位可能在咱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打扫卫生做过大扫除，那有一件大家都头疼的事情就是擦玻璃，这很困难嘛，玻璃擦得很干净，大家发明了用什么报纸啊，用卫生纸擦玻璃的方法。而且呢，每一年我们会看到现在城市当中的建筑物有很多都会采用玻璃幕墙，而玻璃幕墙其实是很容易被污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地方都会有擦玻璃的工人，它会成为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产业。这个擦玻璃幕墙的工作被评为全世界十大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当然每年也会发生危险。这样的一个发明可能就会让这一切彻底发生改变。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项发明。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个输水玻璃的发明技术的演示。我们面前有两块玻璃拼接在一起，现在我就想请主持人先生分辨一下，我们有一块进行了镀膜，一块没有。可以摸吗？可以轻轻触摸啊，看出什么？没有任何的区别，透光度也是一样的。其实其中有一块是镀了膜的，对，有一块没有镀膜。对，那么一会儿我让我的助手们演示一下，用泥水把那些脏水啊什么东西往上泼。对，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我们看一下吧。好吧，来，有请两位。我们烧杯里盛放的是一杯挖的泥土，然后配置的泥水，现在我们就向这两块玻璃上浇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看一下。相信大家能感受到哪一块是输水玻璃，哪一块不可思议啊，这是普通玻璃。这上面这个是镀过的。是的，一点水渍都没有啊，眼力很好啊。这个特别清晰的这条线，因为下边是下边就是普通的玻璃。普通玻璃，哇，这个太神奇了。所以你们的核心的发明技术就是上面这膜。对，还有那个过程，还有镀膜的这个技术也很重要。它的过程非常神奇，非常神奇。好了，我们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示，谢谢。刚才小磊说的这个个人发明还是机构发明，这两者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吗？是的，区别非常大，是单位持有还是个人持有。它的这个输水玻璃的材质是指在玻璃表面有层镀膜吗？对的，玻璃本身并没有变化，还是普通玻璃。本身只是它上面有一层，不是镀膜，是喷的一层膜啊。哦，这层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它的质量好坏就是能持续多久，在阳光照，在大气烧去照，到底能保持多久，还是擦车的时候会不会把它擦掉啊？看到底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还是几十年啊？好了，目前为止1号到12号的投资人都对这个项目表示出了足够的兴趣，还没有人灭灯。那接下来我们去听一听我们的发明人，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价格。来，请出价。出资人出资140万，占股权的60%。好的，第一个灭灯呢就是我们的10号。来，我们有请李建豪先生，开开门资本。对，第一来说呢，我们投资范围也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基金之中，第二来说呢，这个基础这个门槛我个人觉得不是太高，所以就要放弃。5号罗鹏先生，您也会认为它的门槛比较低，还是出于别的考虑？价格方面我不做评价，因为一会儿大家要出价。但是呢，像我们公司合辉资本的话，在我们一般都是只做财务投资人，至于60%的股权，我们明白了，对，不能做。对，来，一号赵天海先生为什么在这里会灭灯呢？这个项目本身是非常好的，我的理解哈。一般说，只有在粗糙物体的表面，它才能加工出这个输水的特性。那么咱们能够在这个透明玻璃上能够加工出来，技术本身是非常好。嗯。但是崔博士提出来就是说，出让这个60%的股份。那么我们作为投资方来讲，我们是希望帮助您把孩子带大，给您提供资源，不是把孩子卖给我，而不是把孩子卖给我。一号投资人说法我倒不是很同意，因为科学院他怎么去做生产，他没有这能力去做这个生产。那就您而言的话，您觉得他作为什么样的一种模式是他现在必要的呢？啊，最好的模式就真的是应该把他的专利，如果有专利的话，他没提到专利，如果有的话，应该以专利的形式来。其实他现在说的模式是对的，就是持小股，以技术入股，
来成为一个公司的一个股东，而不是成为公司的一个控股股东。其实这种60%的这种出让会让我们出资人会产生一种选择的障碍，选择的困难，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发明人表达出了足够的诚意。接下来各位请做好准备，来，请出价。来，出价结束。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八位投资人给出的价格，虽然有非常低的价格，但是在这群当中有几位投资人他们表达出了非常非常浓厚的投资的兴趣。感谢大家。好，11号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价格？其实我给出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想表达我一个态度，但是从道寻资本自身的资源上没法把这个项目能够做到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高度，帮助到他们。对对对对。好的，非常感谢您。其实也告诉大家，它是具有投资价值的，您是认可这项目的。对对对。非常感谢您。根据我们竞价的规则，在这一轮当中出价最低的会被淘汰掉，所以11号请灭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有7位投资人，他们分别是2号、3号、4号、7、8、9和12号投资人，进入到了下一轮的竞价当中。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在第一阵营的2位出价非常非常的接近，各位，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以，如果想得到这个项目，从目前我们出价的结果来看，想得到这个项目，基本上在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而2位出价呢，仅仅只有20万元的差距。感谢大家，感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的竞价，有人达到了你的要求，所以你还可以再思考一下。不用交流。不用了是吗？好，再一次报出您的价格。还是140万出让公司股权的6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问一下我们的2号、3号、4号、7、8、9和12号我们的投资人。好，9号。看到咱们这个发明之后，我有一个问题，对，就是除了咱们这个试剂以外，这个喷涂的技术和现在通用的喷涂，比如说纳米技术的喷涂，是不是一样的这个设备和复杂程度？还是就是像刚才拿到的，就像简易的喷雾器一样，只要喷上就有这个效果呢？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就是直接进行喷涂，这是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对已经成品的玻璃进行一个前期处理，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增加了它的一些表面功能化，然后再进行喷涂，效果会更优异一些。好的，来，接下来各位我们要出价了，请各位投资人做好准备。第二轮竞价，各位投资人请出价。好，出价结束。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位的报价，接下来呢我会告诉你，有4位投资人都非常接近你的要求，前3位领跑者价格完全一样，排名第4的价格比你们前3名只少了20万。所以第一梯队我们可以看到有4位都是非常重要的竞争者，如果第4名特别想竞争到，也可以等一下在回答的环节来做自己的拉票。首先要告诉我，放弃还是继续？继续。继续。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目前排名最后的2位是3号和12号，他们给出价格都是150,000元人民币。目前排名在第二集团的是4号，他们给出的价格是300,000元人民币。目前排在第一集团的，第一集团分2个组，价格低的是2号，他给出的是100,000元人民币，陆先生。剩下的3位是第一集团领跑者，7号中国风险投资，8号北京东方汇融，9号北京标准国际，他们给出的价格都是120,000元人民币。谢谢各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您可以提问。有3位7、8、9都是120,000元，2号是100,000元。对，您可以来提问了。问向哪一位？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吧，除了这个钱，钱，对，各位还能给我在这个项目上有什么支持？我们这个公司将有什么？对，没关系，谈钱，谈钱不伤感情。从2号。2号，陆总，他给你100,000元。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是个蛮好的项目。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的，像这种室外的，就是那种高层啊，在这个擦玻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的话，如果是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刚才看了一下演示啊，这是确实不错的一个发明。当然如果再能够克服防雾啊或者防油啊，那就更好了。
当然我相信这个技术还在不断的继续研发。第二个，你要找到相应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方面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行业性的资源。嗯，因为现在有120万，发明人本身在选择的时候，心理天平可能会有些考虑。我觉得这个价格呢不是问题啊，嗯，因为这个投资并不大，100和120万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的是要把这个项目能够做起来。嗯，因为我对中控系统比较了解，因为我没有说的一条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拿到很多政府的资源。好的，谢谢。我们可以认可，这是表面非常淡定的陆总的这个竞价的宣言。啊，好的，感谢。他想争取你的吸引，但是又想保持投资人的，所以表面很淡定。你还想问谁？我想问一下8号。我觉得就是除了钱之外，我可能更能带来的就是对这个产品我是多少有一点认知。嗯，那么这个产品的的确确它的使用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面台，对，我们的抽水马桶，对，其实你们一经使用绝对不会放弃，在它的保洁性能上我估计会有很广阔的现场。是的，所以我相信，我也有信心，我真的是觉得想帮助您。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发明得很漂亮，但是你的报价不漂亮。感谢您。来听听艾民的回答 好吗？来，李先生。第一个呢，就是说呢，这点钱做把这样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带到一个变成商品，这点钱远远不够，是吧？嗯，那我们呢可以实际上可以动员各种资源，包括政府的资源、市场的资源，大家共同来支持这个项目，让它迅速发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能带来口碑，因为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啊，在行业内口碑还是很好的，所以呢，当我们投资以后的话呢，能够迅速提升你的品牌，在市场开拓方面更容易。第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专注在早中期的项目投资方面和这个创业者的这种沟通呢，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啊，那有很多经验，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第三个能给你带来的就是保护你的利益。好，有没有人发表最后的竞选宣言？9号。这个产品的适用范围特别广泛，不光是在生活，在军工方面都会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航天，在天空中的字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公司恰恰跟这个呢有一点关联，因为我们最近的业务创新啊，就是想跟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在专利发明方面的一些探讨，想把它转成这个生活的发明。好的，谢谢。我来总结一下，9号能给你的是，首先是对你绝对认可。是的。8号能给你的是未来广阔的市场。感谢。7号能给你的是它有巨大的资源支持。2号能给你的是它可以替你向国家要钱。接下来你要做选择了，你需要几秒钟考虑。好，我想好了。你想好了，来，最终的决定。我选择2号。祝贺陆总。他放弃了那个钱多的，因为2号的资源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科技人员他们在做商业是没有什么的这些的经验和背景，因此呢，如果真的有办法可以去联系到中科控股这个资源最重要。所以术有专攻，强强联手嘛。是的。我们祝贺中金高技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我们的发明人达成协议，后续的交易呢将会在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平台上进行。祝贺，祝贺两位。我觉得我还是思考了一些的，觉得二号呢是那种想的比较清晰，对这个项目的未来，然后同时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份真诚在里面，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真诚打动我。我们投这个价钱应该是很能够达到他的心理预期的，并且是能够把这个事儿能做起来的。我只能说这是运气吧，也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那个真诚啊打动了对方。这是一个让篮球爱上篮筐的贴身教练。900万，给你的价格是10万元。这是一个让你随时随地享受按摩乐趣的手机贴膜。2000万，这个报价有违规律性的报价。面对12位投资人超过100亿元的资本，谁能从中拿到巨额投资？发明梦工厂正在播出。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下一位发明人了，来，各位投资人，欢迎他。我叫潘林，来自山东烟台。
我今天带来的发明项目是篮球投篮训练器。我从小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过程中就是有很多乐趣，容易上瘾。我是一个特别喜爱运动的人，有一天我看桌场的一些小孩在打篮球，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训练器材，帮助他们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之前是从医的，所以在电路方面基本是一窍不通吧。从2005年开始，从不会到会吧，将近10年，慢慢就掌握。我叫潘林，来自山东的烟台。好的，那这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发明呢？我们会请到陆博为大家来做详尽的介绍，有请。篮球是一项考验人体能、技巧、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的一项运动。玩这项运动的每个人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进球，因此为了提高命中率，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业余爱好者，都会反反复复地不断进行训练。而这其中有一项最基本的训练就是罚球训练。别小看这简单的手起球落，它经常会决定一场比赛最终的胜负。然而一直以来，似乎除了教练，没有任何装置可以告诉您，您现在握球的姿势究竟是否是正确的。而接下来这个发明就将从规范投球姿势入手，像一位贴身的教练一样，随时纠正您投球的动作，进而提高命中率。这是一个让您的篮球爱上篮筐的发明。谢谢陆博，最后这句话非常正确，让篮球爱上篮筐。一个标准的姿势就真的那么重要吗？我想可能大家如果经常收看这个篮球比赛，就会知道一个标准的姿势可以改变一个分数，一个分数可以改变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命运的改变会带来更加巨大的连锁反应。所以这个发明真的那么重要吗？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发明的庐山真面目。各位请看，小雷，你会打篮球吗？我当然会了。好，那请你摆一下投篮的姿势。投篮不就停？你这个有很多的问题。首先，他的手指张开度不够。哦。其次呢，手掌和前臂没有形成90度。第三个呢，肘部过度外展，腿部没有微屈。我只要能投进去，你还管那姿势干什么呀？如果以你这种姿势投篮的话，命中率几乎为零。是吗？对。那你的发明就是能够让我们有标准的姿势，是不是？对。好，这是我的发明。手掌部分可以帮助投篮者完成正确的手指张开度、屈曲度以及手掌的水平。手臂部分可以帮助投篮者形成3个90度，即手掌与前臂形成90度，前臂与上臂形成的90度，以及上臂与身体形成的90度。3个90度同时正确时，指示灯会全部亮起，同时蜂鸣器发出投篮的提示声音。来，你再来一下，我们听听这声音。哦，就是只要戴上这个，它姿势一正确了，就第一。对，在这个小腿上绑缚着无线电脉冲，当投篮姿势正确的同时，无线电脉冲刺激小腿三头肌收缩，产生脚尖蹬地发力的动作，然后就投篮了。投篮。好的，那是不是说使用了这样的这个矫正器，每一个球都能投进去呢？起码比不带这个矫正器要准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佩戴之后投篮的效果怎么。来，各位有请。连续投进去啊。好，没想就没进啊。是投篮的力度。你看它有一个显示器，一个灯，一个声音，当你动作都对的时候，它才会发声，会发亮，否则它就不发声发亮。哦。那它这里面呢，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陪练一样，就可以跟你讲这个姿势是正确的，这个姿势正确的，让你投之前。因此呢，它就是希望能练1000次、10000次，让你手的肌肉感到有个记忆。那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市场上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产品的呢？就是国外产品，这种篮球的我就没见过，但是各种拍类的产品就很多，不管是高尔夫球啊，还是网球啊，这样里面在球拍里放一个芯片，这样呢是看它的运动轨迹来看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到底它的定位在什么地方，
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如果你要真打篮球，好像是一个玩的感觉，啊，需要不需要这么较劲？不是，严老师，我觉得吧，就这个装置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业余的来说，它确实感觉好像又专业了一点。对。但是对于专业的来说呢，好像就业余了一点。又不够。所以它这个处在的这个位置都比较尴尬。对，定位到底在什么地方？哎，演示完了吗？演示完了。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这就是我们的发明——篮球投篮训练器。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体验者，谢谢他们。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发明人带来发明，接下来您就要报出您的价格了。我出让30%的股权，融资900万。900万，30%。八号，您为什么灭灯？这个发明我觉得是有它的一定的实用性，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因为我想你这个的客户定位群是什么？你是为专业的团队还是为普通的老百姓？这问题很好。对，如果你是为专业的团队的话，我感觉应该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它要跟电脑来串联着，所有的数据有一个传输性，对，那么可供专家来分析。如果你针对的客户群体是大众，那我就建议你再更简单一些，因为你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应该是为大众而设计的，是我建议你再深入的去开发一下，更加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投资人进行第一轮的出价了。接下来我们会有请台上的八位投资人做我们的第一轮的竞价，来，各位准备好，请出价。好，时间到，出价结束。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台上现在还有八位投资人，他们将会给我们的发明人潘林的篮球投篮训练器带来的出价。我们发明人的报价是900万元。目前为止，出价的比例比我们发明人的要求低了非常非常多。按照我们的竞价的规则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出价最低的将会被淘汰。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首先要淘汰掉的是三号，请灭灯。三号，萨尔纳，天鹰资本，他给你的价格是10万元。为什么会这样？表示一下支持。仅仅就是表示支持。因为其实这个领域也不是我们天鹰资本所关注的一个投资范畴。好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出价最高的离你的心理距离还有很大的差距。好，谢谢。我们的潘医生呢，经过了7年的认真的准备之后带来的这个发明，但是各位给出的价格确实非常的低。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的竞价当中。在第二轮的竞价开始之前，我想潘先生您可以有一个思考的时间，因为您报出的价格是900万元，可是场上各位从资金的角度的支持离您的距离非常的远，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您可以来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己报的价格真的有些高了。我们有一个电话亭，您可以和您认为的最重要的一个伙伴来交流这个问题。行，有1分半的时间，您需要吗？需要。好，请进入电话亭。他现在已经进电话亭了，所以他刚才的价格出太高了，自己都吓一跳。他现在肯定要调低价格了，您觉得呢？我觉得他可能会调低价格，但是他绝对不会调到这么低的价格。那调到500万？我觉得都不会调到那么低。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每个发明者上来的时候，他信息都非常的饱满，而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他花了7年时间去研发这个项目，也非常的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您觉得它的价格不会调得太低？我觉得不会太低，我最多调低200万，最多，我觉得甚至可能都不调。请我们的发明人潘先生回到舞台上。好，那接下来呢，你就要第二次报价，而这次的报价呢，就是你最终的报价。来，请面对投资人，报出你最终的价格。我还是出让30%股权，融资900万。变是吧？对。四号，为什么？我觉得你目前的产品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的这个系统呢，还缺少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定位。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你出让的股份和你要的钱太多了，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考虑了。还是这个报的价位可能和大家心里的价位有些差别。好的，我们的投资人在这个环节也可以使用电话亭的特权，
有没有哪位投资人需要跟自己的合作伙伴来进行交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六号，来，我们听一听中科招商的邓先生怎么讲。第一个就是，这个可穿戴设备的话，我个人认为被替代的概率比较大一些。你这个做的稍微复杂了一些。第二个就是，你的可延展性，你首先想到的是篮球这块我想到的是，你如果光做篮球这块的话，可能的未来的空间会有限。好的，谢谢您给出的建议。好，接下来我们要给投资人将会进行第二轮的竞价，各位请做好准备，这是你们最终的竞价。这次出价之后，我们的投资人就不能够离开这舞台了，就不能够离开竞价环节，不能够灭灯了。各位请思考。好，各位，请出价。好的，谢谢各位的出价，时间到。在第一轮竞价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采访到了李建豪先生，为什么出价？他刚才也告诉你，在第一轮出价当中，他是出价最高的人，他给你的价格是150万元。然后在第二轮竞价的时候，他离开了舞台，为什么会最后做出灭灯？因为我们的你希望的融资这笔钱，跟我的欲望是距离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也很难对接，我们也要承担一个蛮大的责任，我觉得我们的概念呢，差距有点大，所以是非常难对接，所以就抱歉。现在我们看一看场上还有一号、二号和九号他们最终的出价。根据我们竞价的规则，如果所有的留在场上的投资人他们的出价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的话，那就进入到您的选择权利。您首先要告诉我们，您是要继续还是要放弃？继续。继续。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三位投资人在这个环节最终给出的价格。排名在第三的是中金高技术的陆武庆先生，第二位是九号标准国际的霍永进，他的价格是80万元。在第二轮竞价当中，给你的价格最高的是一号博创兴业的赵建海赵先生，他的价格是100万元。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40万、80万和100万元，接下来您就要选择了。如果您要选择继续，您可以在三位当中选择问题问向他们。好，你想先问谁？我想先问九号吧。九号，九号的霍永进先生给出80万元的价格，您的问题是什么？你除了给我投入资金以外，还可以帮助我什么？作为一个医生，能实现跨界，大家知道马云就是跨界，把东西放到互联网上来卖，把商店放到互联网上，那么医生和这个体育的结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它从生理和运动的角度，同时来兼顾了人的安全、舒适和发展。我觉得这个发明啊，它会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就像刚才几位灭灯的投资人所讲的，这个发明如果再把它变小、变清洁，那么它的市场空间和推广空间都会非常的大。这么好的认同，为什么就给了这么低一个价格？就是这个产品啊，还是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市场数据来支持它。我出80万的一个依据呢，就是想支持这个发明继续的研究下去，希望能有更好的产品、更新颖的这个设计，来让大家打动这个市场，打动投资人。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您。来，潘先生，您还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一号。一号。除了资金之外，那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帮助您对这个产品进行重新定位。那么定位完了之后，我们会做一些会帮助您做一系列推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产品除了运用于篮球之外，那么因为运动是相通的，除了篮球，它还可以运用到其他的这个运动种类中。所以它未来拓展的空间还是有的。拓展空间非常大。好的，好，谢谢潘医生，给你几秒钟的时间。或者你可以放弃，或者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达成合作的协议。我们也期待如果你们能够牵手成功，在未来真的是能够可以带来给大家更多的帮助。所以来五秒钟考虑一下。您的预计是他一定会放弃吗？我认为如果我能有机会在现场向发明人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我是一定愿意让他接受，哪怕150万钱，哪怕100万块钱。因为你只有拿这个钱去把它做成真正产品投放到市场，才可以知道，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
看到底是怎么样，市场对你接受程度，你才能做下一步的调整。考虑好了吗？考虑好了。好的，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选择一号。祝贺你们，让我们有请赵建海先生祝贺我们的发明人和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牵手成功。那后续的交易呢，将会在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平台上进行。祝贺两位。我刚才看到您特别满意的来一笔竖起的大拇指说对了，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明智的。那他拿到这个钱，现在第一步是要最当紧的是要干什么？最当紧的是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看给他弄好看一下，弄得好。先第一做工业化设计，设计做了设计再做成样品，做了样品再投放到市场上去，去看一看，投石问路，看看到底反应怎么样。我既然决定，我不会遗憾的。再一个就是说，也可能会给我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这个产品本身它还可以延展到其他的这样一个运动项目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那个高尔夫球的这个直四角刃上，包括网球，另外其他的一些这个运动项目。所以如果仅仅只局限于篮球，我们觉得这个有点浪费这个发明的，那么这个发明有非常好的延展性，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支持这个项目的做下去。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第四位发明人，他会带来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发明，欢迎他。欢迎，来，请介绍自己和您的发明。哎，各位天使你们好，我是尚鹏，我来自深圳。我带来的发明呢是便携式手机按摩仪。那么有了它呢，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按照中医的这个按摩理论对自己进行一个按摩的康复治疗。是，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发明，是因为它跟健康这件人生的头等大事有关系。同时呢，它还可以就是把你的一些健康数据测量完，通过这个手机发送到你所需要的，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医生的手里那儿，以便进行健康。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呢更快，疾病啊都年轻化，比如像糖尿病，以前都是60岁以上才出现的，现在可能30-40岁的都有。因为我们中国的中华医学呢是源远流长，不像我的父亲就曾经得了霍乱，西医已经毫无办法的时候，被中医来挽救了生命。所以我们研发了这样一个健康产品吧，等于把传统的中医理论和现代的科技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就提前能够预警和西医哪病了再治哪的这个不同。我是尚鹏，我来自深圳，您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上。好的，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呢？有请我的同事陆博为大家做介绍。按摩一种中医的手法，祖国医学认为运用手指的技巧作用于人体的穴位，可以达到祛病强身的功效。将按摩与手机相结合起来，产生了这个神奇的发明。它可以贴在手机的外壳背面上，上面有12个纽扣大小的硅胶振子，只需启动手机蓝牙就能将这些小家伙们唤醒，使它们欢快地震动起来。选择不同的震动频率带来不同的震动强度，让您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与专业按摩师手法相似的按摩，帮您强身健体，消除疲劳。同时只需轻轻的接触，它就能够帮您测定脉搏、心率、体温等健康的信息，通过蓝牙发送到手机上，帮您实时监测身体的状况。这是一个让健康常伴你左右的发明。好的，谢谢陆博。有了这个发明，健康常伴我们左右，这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呢？好，这是我们的便携式手机按摩仪，通过它呢可以控制这样的一个贴在手机后面也可以，然后自己拿着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不同的穴位的按摩的治疗。这个是怎么使用呢？当我启动我的蓝牙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就是控制这个按摩仪的。您平时身体有些地方，比如说觉得有点疲劳呀或什么的，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办公室大家，我估计可能各位颈椎怎么放？您就手贴着这儿就放上去就行。哎，手拿着就这样。哎，好，那我就可以开始了哈。那我开始，你感到了吗？哎，
你感到震动了吗？感到了这个按摩了吗？嘿，哎，然后再强一点的力道，好吗？哦，换个地方可以啊，你随意哪个位置都行。腰上呢？腰上，比如说你的后腰的位置啊。哎呦呵，还能调高低快慢。哎哎，好，那我就开到最大的程度。我可以展示一下按摩的这个效果吧，我们来看一看啊。哎呦，哎，这个有点意思啊。嘿，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我们还可以把你的这个脉搏和心率扯来，放到这个位置，哎，轻一点，轻一点。OK， 好，大概是76左右。就是这些数据都是我们的健康数据，对，你可以采集分享给我的家人或者朋友，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等等。都可以传输到这个家人。其实是一个便携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延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这就是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发明，谢谢。其实这个挺好的，咱们平常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按摩器啊，我看放在脖子后面或者放在腰这里的，对，它的这个造型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把电话做成这种软的东西，这样可以更贴近像手一样。嗯，一般都是一个平的东西啊，或者软的东西，这样它得根据你的形状、不同的位置、身体的不同的位置，可以有不同的按摩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技术，现在在我们国内市场上，它还是比较少见的吗？非常少见。关键是它是把几件事情结合在一起。除了按摩，还要测你的很多的一些数据啊，甚至他可能把一些所谓的计步器啊，跟体育有关系啊，都放在一起啊，因为它关键里面有一个芯片，所以就一个脑子一样啊，等于做很多事情啊。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发明。我看到刚才发明人展示的时候，我们的12位投资人也有互相之间在交流的，可能大家也是对他比较感兴趣。目前为止，1号到12号的投资人对这个项目还是表示出来了兴趣，当然不知道相互之间出价会不会将来会有一些差距，我们的投资人也正在思考。下边呢，我们要进行第一轮的竞价，首先要请发明人自报价，来，请出价。那我们呢预计了就融资2000万，然后出让20%的股权。2000万，20%的股权。7号李爱民先生。我自己感觉呢，它这个产品应该还是有一定市场，但是价格自己的估值偏高了。好的，来，8号王梦冰。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它这个电池的持久性，我还是有一点拘谨。那个手机的电池和充电宝以及220伏电压都可以充电。是的，1、2、3、4、5、6、9、12号。接下来，我们的各位投资人面对着我们发明人的报价，你们会给出怎样的结果呢？来，各位做好准备，请出价。好，谢谢各位的出价。好的，所有的投资人都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有人给出了极低的价格。6号的价格为什么是这样？6号，我们有请邓丽。这个报价有违规律性的报价，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投资一般你一个好的 idea 然后值100万，然后你的一个好的盈利模式值100万，然后优秀的管理团队可能值100万、200万。然后优秀的董事会或者股东啊，然后可能值个100万，然后巨大的市场前景可能值个一两百万，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你这个本身是一个天使的项目，所以您还认为价格的问题？我认为它的报价比较高一些。好的，所以六号呢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大致的心理价格。我想这个建议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发明人上鹏稍作参考，好吗？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进入到下一轮。根据我们竞价的规则，在这个环节当中，出价最低的将会被淘汰。首先3号请灭灯，6号请灭灯。3号和6号给你的价格都是人民币50万元，我们来听听3号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本身我这个报价呢，并不是说代表我的最终价格。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位科学家，就是从它的这个产品的防水性和它这个芯片的这个稳定性和寿命来讲的话，您能给我一个简单的解释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技术问题。对，那寿命的话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认为一个产品的话，可能能就是达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寿命，就是你每天使用。然后3年就要全生命周期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您说的是防水性，防水，对。OK，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外表是硅胶做的，那么就是它的外壳是硅胶的，它有柔韧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这里面的那个防水的那个防水槽做得很好，所以基本上它防水也可以做，但是当然它防水都是有一定限额，你不要说你潜水时候也带着它去，那肯定是不太行的。谢谢各位，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报价当中了。根据我们竞价的规则，刚才我们三号和六号呢被淘汰掉，接下来我们台上还剩下一号、二号、四号、五号、九号和十二号，还有六位投资人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竞价。大家纠结的问题都在价格上，所以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我的价格真的报得高了？第二，我的发明的价值和价格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互相表达的关系？你有一分半的时间可以使用电话亭，或者你在这里就能够做出你最终的决定。需要商量，好，一分半，好。现在的落差还是蛮大的，从他的心理价位2000到现在的500万，是的，也只有他的四分之一的价格。是的，实际上光本身一个技术来讲，是肯定之前值得很少的，因为本身技术很难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啊。所以他刚才说，技术值多少钱？团队值多少钱？产品的市场前景值多少钱？把这加起来，叠加起来，可能一共值个5-6百万块钱。因此，刚才这位六号投资人他就说，我愿意出50万占20%，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你这个技术，团队也没看到，市场前景可能有一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共值1000万，或者500万。因此，他出50万想占20%，实际上他觉得这个东西只值250万。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心理战吗？是一个心理战，一个确实也是根据市场这个反应，根据投资人的反应，他做一个相应调整，我觉得是很明智的做法。嗯。好，我们请发明人回到舞台上。在你最终报出价格之前，我还想告诉你，虽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也有投资人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发明人给出最后的价格，第二轮的竞价。首先，请我们的发明人出价，请出价。1000万，20%的股权。好的，我们的发明人拿出了极大的诚意。刚才是2000万，现在是1000万元，1000万元，20%的股权，这是一个极大的诚意。刚才呢，我们的投资人也有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的。你们双方按照刚才投资人的价格，你们双方已经有很大的一大步的接近了，当然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希望继续留在台上的投资人做出谨慎的选择，希望大家拿出足够的诚意来。有谁需要电话亭的交流时间？来，各位，最后的第二次的竞价环节，各位投资人请出价。到我们的五位投资人都给出了他们的价格。二号陆步青先生，您的价格的出价理由？这样的，就是这个项目的话，说实话我比较看好，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方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在前面没有说那句话，这个方向呢我认为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投过类似的项目，是做健康监测，尤其现在比较火爆的移动医疗，如果你要做成今后医疗器械的话，这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后的盈利模式啊，你刚才说了，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提一下，就是说做健康监测，这个是今后会盈利很大的一个。对。基于此的话，我们很愿意参与这个事情。陆先生给出的这建议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当成这个医疗产品的话，它的准入制度门槛非常高。在未来销售当中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非常重要的建议。谢谢。在第一局呢，目前来看都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对，所以你来做判断，你打了对折，他们也打了对折，你来做判断，继续还是放弃？继续。继续。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出资人、各位投资人的出价。九号，一直带着蒙娜丽莎一般神秘微笑的霍先生，100万元人民币。五号罗鹏，他给出的价格是150万元，和您处在同一个价位上的是一号赵建海先生，给的是150万元。二号陆先生给出160万元。
非常谨慎的出资，非常谨慎的出资。四号吴涛先生，200万元，他在第一个环节的出价也是最高的，是500万元。所以接下来您可以选择对方对面的投资人，您可以追加问题 ，OK， 来决定您准备和谁达成合作。好，那我问一下四号的投资人。四号，来，我们有请纽曼资本合伙人吴涛先生。如果我们合作的话，您那边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我们2014年和未来的2015年，主要关注的就是智慧养老和所谓的智能家居这两个行业。那我觉得就是说，跟你这个产品或者跟你这技术正好能够跟我吻合。那么另外呢，我们也2014年上半年也开始布局未来新的智能家居或者智慧养老的一些项目。所以如果能够对接在一起，加上你们的技术和团队，还有你们的经验，还有现成的一些就是技术，那么结合在一起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事情做得更好一些，那么这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好的，谢谢吴涛先生。那未来其实养老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啊，我们国家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他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对于每个老年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如果您还需要向某一位提问，您还可以有机会。没有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发明人尚鹏，来自于深圳，他带来的项目是便携式手机按摩仪。您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是放弃。放弃。好的，我们的发明人没有达成合作的意向，但是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您的发明，谢谢。谢谢各位。为什么放弃呢？拿200万走啊，去做下一步的研发不好吗？如果在别的地方已经有投资给他的话，我觉得不是坏选择。如果没有投资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和预期的这个评估的价格，相差了很大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拒绝的好，因为这样的一个投资，就目前他给的投资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其他的创业园区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拿到，而且都拿到这个几倍的价格，所以我们就预期这样的话，那投资人的就是进入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投资人的这个钱进来是可以让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想和那个营业的模式、营销的模式来进行拓展的。我认为发明人的这个决定放弃，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理智的，而且符合今天商品经济环境下的一个正常的行为啊。你情我愿，我们才可以做嘛。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他有选择我的权利，我也有选择他的权利。就是谢谢所有的投资人，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各位。这里是发明梦工厂，这个节目是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和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联合为您奉献的。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小小的发明者，他们带来的发明也许在未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用中国的智慧影响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亲爱的朋友们，下期再见。